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打友汽车小贤。如果你今天预算只有十多万，想要买一台好开好保养的五门掀背代步车，那你看一下这一台2007年的 Swift， 它全车都漂亮，完全无代修，加上说它还加装了空力套件，让整个外观都变得更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外观的部分。这台车呢，它的里程不多，只跑152,729公里而已。然后它我们有里程保证，然后它也有加装了胎压的侦测器，然后也将原本的音响换成了大萤幕的安卓机。这样一来，你要的蓝牙、倒车显影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全部都有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功能非常多种。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内装，它的气氛也非常的好，也非常的完整。这台车是 1500cc 自然进气，然后它是自排的，很适合代步和新手驾驶来操作的一台车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夜驶认证的贴纸，都有第三方和认证的合格。好，最后呢，这一台这么漂亮的一台代步车，现在只要168,000就可以带回家。如果喜欢这台车的话，欢迎来打友汽车找我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